台老同学，你可真够仗义的。我都说了，我就在昆明待一个小时，马上就飞，不用来接我。你看你这么老同学，七八年没见，这话说的不见外了。上来。行吧行吧，那就谢谢了。哎，任总，挤不挤？给你调整一下座椅。不挤不挤不挤，挺宽敞了。哎，对了，前面有什么好吃的？咱俩吃的。哎，你冷不冷？嗯，我给你搞个座椅加热。不冷不冷不冷，不用不用，挺好的，不冷。嗯。哎呀，茅台，你们昆明的天可真好啊，阳光明媚的，舒服。还是你小子眼睛尖，我这个车呢，就是前几天新买的。不是，我是说天气，天气挺好的。不要100多万，50多万。不，茅台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你可觉得我这个车帅？哎呦，包括其他朋友呢，都觉得我这个车特别帅。你看这个做工，还有这个操控，那是一流。你摸一下。哎，茅台，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。累吗？那肯定是累。刚升了副总，几十号人蠢蠢来，这个责任嘛，还是要扛起来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啊，我老婆。哎呀，今天说好的是一起要来接你的，她临时有事儿。那模特参加世界小姐比赛。能在前面放我下来吗？我要停车。我儿子早上学了，今年清华刚毕业，我现在轻松得很啊。停车停车，有没有推荐？停车，对对对。罗，我跟你说，城门楼子，你给我扯胯胯轴子，傻，怪不得要来接我。什么？你也觉得我那套坐北朝南南北通透交通便利环境优美54厅双厨单位的独院大别墅买贵了？啊，喂，老同学，哎呦，我今天是一定要来接你的，等我一会儿马上就到。不是，茅台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你咋知道我有部电影要上映呢？对，全网妈妈。能在前面放我下来吗？哦，上映时间呢？2月18号，全网上映。一般人呢，我不告诉他。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6:30。